你妈都喊你妈咧。妈有黑龙江的。黑龙江过年。哎呀，你黑龙江人你好。记得到我就来这里，前面有什么鬼桶啊？他扒着你看。我多海的，我过瘾。我多海的，我过瘾。哈哈哈一块多。会不会卡紧？不会，不会，这种不会卡。我就这个分量。今天大哥吹款买下，结果算，算摊可能买不下。我就放在这两个号码的。那刚大哥讲的，那么那么，随便吃随便点。祝老板母亲节快乐！哎呀，不懂啊！越小明年轻。不是说要等我付款了吗？你们付款那么快干啥？你自己不掏手机出来，等着你自觉，自觉一点好吗？是吗？你不得吃。好吃吗？准备回去了吧？买够了没有？够了。还差什么？再来买。就回去了吧。走了。下雨了。不行，我上车。满载而归，快满载。那天有十转呢。今晚要煮什么好菜？两个哈。好像你那个鸡也有。哎呀，哎呦，养的肥不？爹养的肥不？爷爷养的好肥。这是喂玉米的。土鸡不？对。基本上也有口福了。也有口福了。口福了，对，口福了。嗯。放了什么东西？好料子。没有那么生猛。姜炖好，土鸡要炖久一点。胡椒粉放里，那么多呀？先放一点，等下不够的话再放。什么味？有那个胡椒粉味没有？我看见外面吃的都那个胡椒粉味好重的。小心不，吹吹，够味没？
嗯，哇，有钱花，有钱花，你的都你的怎么没钱花？我的家支付宝转账，微信转账，这个老爸真是有钱收。你去看他们，看他们。先吃饭前了啊，没搞好菜。来，走位。祝天下母亲节快乐！